今天，官方对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做出了一些更新，我们一起看看官方的最新消息吧。就在昨天，官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洗翠的地区的精灵球散落一地，吉祥物阿球让我们帮忙捡球。这时，其中一颗精灵球发生了爆炸。就在今天，官方也更新了一些关于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的最新消息。这里所亮出的宝可梦是洗翠形态的霹靂电球。根据官方的资料，我们得知洗翠形态霹靂电球是电属性和草属性的。小编觉得洗翠形态的霹靂电球画风看上去比较温和，更加的可爱了。但是大家不要忘了，它还是会爆炸哦。以上就是官方对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做出更新的最新消息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看可爱的霹靂电球吧。